过几天就是农历的过年，为着要让弱势民众伫咧过年之前，会当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关怀。嘉义市共和团环协会伫咧日前是特别在文昌公园举办着寒冬送暖、冬令救灾活动，不只是准备爱心的物资和春联伫咧现场发放，并且来着美发师为民众义诊，配合精彩的舞蹈演出，现场的气氛是温馨又个老者。伫咧农历过年之前，是传统市场上街老宅的时阵，团团大家拢真无闲。但是为伫咧共和市场边啊的文昌公园，却有未少的团团是放下手边的工课，做伙来参与着寒冬送爱的活动，关怀弱势的民众。江义市共和团团协会关怀需要帮助的民众，伫咧日前特别举办着冬令救灾，准备春联和爱心物资发放，为着要让弱势民众会当过一个好年。江义市长涂省泰特别到现场来感谢团上的爱心，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拢充满着温暖。共和团团协会，我们陈理事长他所办的每年办这种寒冬送暖的活动啊。今天郭文基议员他也有共同合办，那我们感谢我们黄议员过来这里，黄议员过来这里。今天的这个年冬送暖寒冬送暖的活动不但有很多的礼物，还有热腾腾的麻油鸡要给他们带回家去享受一个暖冬。我们也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的活动主要是由我们共和摊贩市场所有的我们的摊商，那么共同的集资来发放给我们这个社会边缘户过年的物资，让他们在农历过年前也能够感受到来自这个社会的一股暖流，来自社会的温暖，让我们这个共和摊贩市场这个传统市场卖的除了是山珍海味，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人情味。相信这就是社会上爱的力量、善的力量，让我们呢大家一同来奉献与付出。现场不只是有春联和爱心物资的发放，更请来美发师为民众义诊，要让民众水水过好年。配合着精彩舞蹈表演和市场巡播，希望在寒冬当中为弱势民众带来满满的温暖、祝福和关怀。最新新闻，张玉明、王小三、江义奇采访报道。